啊，我们今天是转午342页，在今天上次留下两个问题，不晓得今天同学有没有答案？一块钱的问题啊，还有吗？这个水性流动的问题，这个书那有没有答案？有答案可以分别都要一块，奖金1000块。所以这个我们说佛法啊，听经不要光听，没有用的，要用思想共思维去修持。光听好像这个像庙子啊，听经现在这个功德福德都没有，不要说功德啊，要自己听来的经典，自己修正上求证，做功德嘛，有功夫下了功夫就要说得了啊，不下功夫没有说得啊，这个得是通这个得到的得。第一个问题讲到第19位菩萨，慈地菩萨心地法门，他开始做功德都不吃人家的报酬啊，后来经过无量劫数无量佛前面修持，后来在闹市省中，在闹市入世了，在清净的乡下正在哪山岭中正在闹市来替人家担负一切痛苦，但是他要取得报酬，不过是属于1块钱1钱。这个道理我佛说你要融会贯通，就看那个华严经善财童子53忏啊，你已经写了啊，那么这个啊，这里有哎，这个传说只要这本书上有善财童子53忏的这个，后来富国禅师26届第26位善知识在居险难国中，有危险的地方，那么这位大菩萨现身风尘女郎，设成了风尘女这个大菩萨，可是他在那个时候这个国土在险难国中，乱世多难的，那么这个参考这个心地法门，后来我们就要牵涉到华严经这一段，那么这个明代的时候有位佛国禅师把53忏都做了接送，一说接送我们这个黑板啊，我刚才不晓得他写的那么快，其他资料不到的时候就写，该写什么不写，相问相问又何缘，高兴如来一宝钱，同样的道理，这块钱也就是本身生命的根源，也是不守报身心月令，要在一战里头跳出来，也就在我们这个生命上啊，生身上拿到这个本钱才可以收，才担负起一切险难，这些是很黄啊，佛法里头也是说是中间也很黄色的啊，但是啊，虽然黄很高雅，尊重就算在机缘，任非人意在于现，
非天生应福天，三德以内贪欲戒，六楼花筒最顶尖，是这么一首。接着说明华严经五十三参里头第二十六参的道理，这修行必须要基本培养这一点功德。这功德是说，给人家负担一切的痛苦，不取一分钱，取一块钱。也就是所谓布施法门啊，财法二世等物差别的道理。简单的说啊，答复这个问题，因为大家这块钱的象征不拿啊，回去没有用心过。第二个问题翻过来，就是第二十位菩萨修水观的啊，这个愿光菩萨，他因为修水观悟到了水性流动而悟道。我们上次也提到，湿水是不会常用的，枯木禅没有用。所谓枯木禅，至少的一念不生，念头不起，压制不起念头啊，只出念头而不起，不晓得此生的活泼果汁流水一样。所谓水性流动，而说明这个啊，孔子讲过啊，在《论语》上你也看到，孔子在焚像山中那个流水焚水上面。观看这个流水在动，告诉学生们：“是在吕师傅，不水就业。”孔子当时看到流水，回头告诉学生们：“他你们注意这个水，是在流过去了，都过去了，流过去了，水没有回来了，江水东流去不回。”是在水是过去了，是过去了。但是你看，流水看到每一个浪头都过去了，都不会回头。可这个流水永远在流，后面是自由源头滚滚来，不断的来，不水不月，不管月里白天，这个流水总在流。也就是《金刚经》的道理，所以大家要先断自己的思想念头，因为是道错了，三生不可得。这个我们前一个思想一句话讲过了，就过去了啊，过去了也过去了，是在与是福。当时现在这句话的时候又过去了，这个思想也过去了，把握不住。来的思想来了，来了也就过去了。是非空非有啊，即短即长，这个道理我都是还要简单的啊，大家再看看看。那么下次假设诸位同学可以书面档案也可以啊，都讲了，下一次我打了一半，下一次大家收拾一半，只有500块啊，那500块我自己赚啊，本来自己同学们打出来就1000块奖金啊。这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领悟到这个道理。我们本来这一首诗也想解释一下，不过解释很麻烦啊，就跳过去了。现在我们回到本文，今天要讲的楞严经卷五342页，我们这个本子啊，第421位菩萨琉璃光八王子，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要求的佛教里头很有名的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东方佛阿弥陀是西方佛，药师佛在东方啊，东方当然不一定在我们这里，更不是在日本，也不是在美国。离开这个地球，不晓得经过多少光年，
有一个身手出国是有学佛的国度。为什么讲这个东方如来是琉璃光呢？这就称为六世如来。在东方，东方代表生气方，先生的生啊，所以中国五行的道理，东方属木，生生不已，生气方。西方代表了寂灭清净，但太阳下山，东方太阳刚出来，生生不已的。所以在东方世界有个法门是受长寿，不是法。西方世界的法门就是法，虚不死是两头相对，一个早晨，一个晚上，其实生死是一体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搞清楚。现在讲的是琉璃光如来，东方琉璃世界有师父的这个前面大菩萨，等西方世界大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阿弥陀佛两大助教。那么有师父前面呢，也有两大助教，在有师经上，就是如王菩萨，有相菩萨上面的，所以要注意啊，药香求的长生不死之药，不是世界的药，就是不是世界的药，世界我们生命本身有的。那么在中国的道家呢，就是叫精气神，所以道家的诗中提到一句话，正统的道家啊，不讲旁门左道，上药三品神域气境，这是本身有的，每个人都可以返老返童，可以不死，都要把握最亏欠的本钱啊，那么是自己可以得到不死之不生不灭，不是草木的，也不是化石的，本身就有，这是本身。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假设讲够了有七十个有时间去了，我们不管有时间啊，现在是讲本经里头琉璃光如来有时佛前面的啊大菩萨集成法统的这法王子。法王我们知道啊，法王空王都是佛的代号，成家佛的叫空王，也叫法王，但是我们中国人称孔子为树王，树也等于空的，没有国土，没有政权，也不没有军权，一切权力不需要，那为诸法之王，这个道理是一样，是孔子称树王，那么佛称法王，也称空王。他集中作息定力不足二百多年，跟原文都一样，我们不需要重复。他的报告现在多少，我亦往昔憎恨杀戒，有福出世，命无量尊开示菩萨本觉妙明，观此世代及众生生，这是王爷风力所转。特别注意啊，这个法门小型的法门就是风大，小型法门就是阿罗波罗是出入席，在中国一般的出女淑女呢是气功啊，在密宗西藏密宗也集中这个气功，还是小的范围，大乘范围就是风大的范围，风这个风代表了一切气啊，这个气的作用不是空气哦，
那借用现在科学的话，就是能量，生命的能量。我们之所以会呼吸，好像抽风，那是因为没有死亡以前，本身生命能还在，所以生命就是这一口气，一口气断了，就叫做死亡。活着就是要呼吸，所以人死了，呼吸一断了。就完了，这个风大的修法，有气的修法，所以他的道法，这个就是长寿之道相关的。要像说的长寿啊，吸养一口气哦，那跟我们练武功多少的讲，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实际上你不要看打拳的、靠江湖卖膏药的，也跟着叫。你真做到这两句话，是可以出病延年、长生不老。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当然不是皮厚了，是牢固，也是皮厚，肌肤处理不容易伤风，外感都传染不进来，那是风大的法门。他的报告。讲他也是多生累世修来的，不是一生了。所以你们修天台宗的止观、修气、修呼吸，为什么还修得多于牛毛，修得不可胜数？有几个人真以数习观而得定？没有过。第一，理不明；第二，自己修行的功德，就不是一生一世的。能够做得到，不过你也不要轻视自己，算不定你这一生就是最后生，最后生就是过去，我这一生就要成佛了，要有这个志气啊，是出一下也没关系啊，自我欣赏一下也可以，不把自己当成最后一次，就要成佛了。至于这个六力光法王之菩萨的报告。看我想去正正义，我知道过去真很杀戒，很多很多戒，很多戒以前，看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开始修佛，那个佛叫做无量心，注意啊，不是无量寿佛，阿弥陀是无量寿光，无量光，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无量光佛，这无量光，光就是寿，光寿都永远无量，它是不生不死。这里这位佛啊，差不多啊，无量心佛，心，你看世界上一切音声怎么来？气动了，碰到东西摩擦的发生。来自太空的一切声音过送这风大的力量这风大力量当然不一定是空气发生的能量，所以这个佛啊叫无量心，要注意，所以我们小乘修法来自天台宗的修所需法门，要耳根回下来听自己呼吸的内在的声音，这是个重点，大家光是晓得鼻子啊一呼一吸啊记数字没有用，要懂就是这个道理。在对外佛叫无量心，开始就教导，教导一切大菩萨正觉妙明，一切众生自性本来就无了，谁也没有迷过，本来就妙不可思议。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大家都是佛，我们没有自信，自信本来就清楚，谁都没有悟，你一个不要另外求一个悟了，本就妙不可思议，本来就是本有的光明，谁要抓住这个原则，见性以后起修，就修掉这个重点，看到吗？言论都摆在这里啊，所以要用正思维，不要光说哎呀
我听真了，耳朵听了，接过了，拿着出来，啊，江水中流去不回，也没有用了，啊，要回到了三省。而这个菩萨开始这个佛，开始菩萨们就大听到，只要了解本觉妙命，然后观此世界及众生身，这是王爷风雨所转。你观察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一切万有现象，乃至于地球、太阳、月亮、山河、大地，乃至细菌、昆虫，乃至众生的生命，这个身体的存在，就是一个气，这是王爷这个气，谁忘掉啊？也就要让你跟上面富罗罗第四转提到过，我们现在直接打着注意啊，风大，这一下我不敢出讲真了，一定打得出来啊。顺空真空，顺空真空，清净本来修学八在，随众生身应所知愿，顺业发现。我们讲到这次，我希望出来，我说贝莱啊很重要啊，不要讲贝莱，不贝莱这个冷眼睛听得越听越愣，那不是冷眼睛，愣头愣脑了，那就糟糕了啊，这样贝莱。所以虚空只有这个风大的道理与本就妙命自性相关，我们生命这个气。那么这个道理在这里出一点问题，各位想一想啊，前一秒钟我们两个思想生理这个作用是的，它是念头先动还是气先动？只有了气就有思想，只有思想就有气，对，这个不是正确眼睛想的，要回转来观察自己。来，尤其是修行有定力的人，这个地方就要参考了，非常重要。念先动还是气先动？念，自己搞清楚啊！来，气动念就动，念动气就动。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在儒家呢，是孟子提出来养气之术，也就是养生之道。念生之术，同样道理啊，这气没有养好，这个气也包括呼吸之气，也包括生念，像修福得定，像丑在修福得定，气都没有修养好，不能住，绝对不可能。又是处，这个要注意哦，所以有师父的法门，这里都在讲。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生命都是一股气的作用。不过注意啊，不是呼吸之气啊。但是这个气呢，它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它假有，当它有的时候，那个呼吸，我们的呼吸一进一出鼻子，你不要注意它，眼自然要呼吸，就清楚在鼻子。其实啊，脸上开着洞、穿洞，都在呼吸。眼睛有九窍，脸上有九个洞，身体上一共有七个洞，脸上啊，整个身体九个洞都在通气，七至十万八千毛孔都在通气，都在呼吸。因为一呼一吸，可见它是虚妄的。如果不是虚妄，元气吸进，这个气吸进来到体内变成阳气的时候，应该不要漏掉。它这个进来马上出去了，进来马上就虚妄了。可是没有这个虚妄，一来一往这个呼吸啊，就死亡。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经过物理世界的作用，活的东西以及众生的身，这个身体的存在。该是妄愿风力施转，都是这个虚妄因缘一口气活的啊，在风里，
它就是佛的无量身佛的开始教导，叫一切大菩萨们先从功力起数，就这个复习的作用。安乐般若，我于尔时观在安立，观四动事，观身动止，观心动念，居动无二等五差别。这个文字很简化啊，要好好去研究。但我当时听了如来佛的教导以后，我于尔时就在那个时候无量劫了，才开始观在安立心地的法门，观察是正思维。那跟大家说，现在要打坐，打坐就是接待，密宗讲究接待，密宗的名称叫做接待啊，接待也叫做接谈。那在密宗呢也叫做坛场，显教就叫做道场。哪里是道场啊？你坐在这里，现在一念汇聚，这个六根不向外走，心念向内在走，你两腿一盘，这个就是接待了这个范围。我现在还在念佛，那么在说念阿弥陀佛，接待念佛啊。假设说是你是别的法门啊，这个心念一收回来啊，正思维接待叫接谈。这观在也可以说观内观自己，安立，安立什么呢？观自己的呼吸，等于我们说天台六妙门消止观，六妙门开始先熟悉啊，随喜等等，安立这个法门来说，怎么说吧？从我在听别的呼吸，在数，那我进来出去一、二，数了几千数，也不是做生意，啊，也不是说统计。你讲我正在打坐呼吸，哎呦，数了三千下、一千下有什么用？你昼夜要多少次呼吸？一定，量体是一定，为什么要你去数啊？数在。因为你出这个心乱，是你心跟气两个配合为一，不分离。像我们呼吸在呼吸，思想在思想，两个绝对配合不了。你注意思想呼吸的时候，思想其他的不能作用。啊，你在思想的时候，可以看书看得很专一，那呼吸都自己不知道。你就是很专心的时候，有时候呼吸自己都不知道，等到一叫你啊，是震颤一声，实际上在呼吸。哎，是要注意这个。所以在接待还有说的观是动时，这个世界上说动态。那以前早上现在是夜里啊，这个8:28一秒一分这样过来，世界上这个动，万物一直都在运动。动的作用是什么？这个生命的原能和气，经过的是在观世动时，这个时间都是建立。我们这个地球上是就是以太阳系统转动为标准啊。那么我们晓得太阳在天体上面走一天转一天，这个叫天文学上在古代叫做缠度啊，缠度就是天度，那天文学上古代的命令叫人旁边这种度啊，缠度。那么也可以土话叫做两者度啊，对了，天度啊，可以在太阳这样一天啊，一年365天，一天算一度，
这个缠斗转动，构成了时间一年365天，东拉西扯且财长不短，变成12个月。啊，那么12个月，以太阳为标准，有时30天、31天。1930年，标准28天，有时候29天、30天。那么5天交易后，3后交易期，6后交易节，啊，1年72后24个期节，12个月。一天，我们现在发明钟表以后，24个钟头，2个钟头一个时辰，所以叫12昼夜，叫个时辰。地球的动态，这个时间在哪里来？经过宇宙生命，这个宇宙生命，我们人体就是个人的生命身体里的小宇宙，小的宇宙，大的宇宙等于个人的身体，哎，它的动，生命的动态，很大的作用，是观世动，这个时间的构成，观身。回过来观察自己正行为，动词只有我讲话讲得出来，谁能够动？因为我还没有死，还有这气。就常常有些老同学，好久没看见老师一见面，你好了，我说的还没有死，总算好了。当然没有死的好吗？除了你不会问我好吗？哎，我们一个见面了，当然不错。啊，只是除了病院上就不好了。是观身的动。乃至不动则往成者气的作用，身体的动。所以我们那就说，哎呀，两个腿抽不动了，年纪大了，那血压高了啦，血压低了，心脏有闭塞了，就是说你那个动态的那个生命功能的气不够，快要停止的啊，关身的动的，就是还有外面。然后刚才我提到了问诸位的问题，这个心念启动动气的关系，我们的思想动作、思想感情，你看人真到病了，病得要死的时候，你是这个人脾气大，到哪个时候发不出脾气来了？为什么呢？没个气。啊，我有很多老朋友，我有平常念佛啊、信佛，最后呢、啊、到了病床上，到人家念佛了。为什么念不起来？那个话都会跟我来讲，怎么念不起来？他不正念，念不是心念，他以为要嘴巴念，嘴巴念得出来，你就能够打通我的话吗？那他就是不肯的。心念平常修持，没有观察清楚，什么叫念？是念的气来的作用，是正对他观身动。这是个新的动态，这个思念来往，啊，什么叫一念？一呼一吸之间，就一吸，再叫一吸呼出来，我们的气的一进一出，一呼一吸叫做，这个中间也叫做一念。所以佛说，一念之间，一切众生要拔万四千烦恼，烦恼念头不停来往，很难了。你思想很快，你看看，在你的一思想当中，一定想了，这个是一呼一吸之间想到多少次？有时候这一呼一吸，一边听了你的，一边想到你和那个儿子，你说跑了那么远，坐飞机要18个钟头啊！哎，可是他坐在一边还在听了你的呢，这个动念是快，这一念之间是84000个烦恼，那、这个佛不是吹牛的。这个统计啊，不到没有定力，不精细的观察自己，不晓得什么是念，什么是动心，是动心论正直觉，不是那么简单。大家以为我们讲一句话有一念，讲一句话很多的念凑合拢来，你看每一句话一个字一个字，他们是一个个凑拢来，万万众念凑拢来的。多少念凑合拢来是一大念，这个中间是84000烦恼。所以他们每一个起身动念这些观身动念，
没有气，那个动不了。身上到死亡的时候，阳气没有了，什么都想不起来，这个念头动不了，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灯，叫你不空，不是空了，你昏了。哦，观世灯念三点，你注意他的报告。观世动是观生动是观生动念，而且这也是三种功夫，只有外在观察动思维，观生观察动到内生上来，这是功夫观察功夫，不动而动他的，在分析起来直接的作用，身体的运动的作用，等思想变化的作用，这三种，那位是在真相实在，真理作用，总而言之，通通属于动，不动而动活下来的真动，念动，念动的活动，气动，风动，啊，当然发了脾气，越看越不对，一气那个念动的很厉害，啊，就要爆炸了，啊，就爆炸了。脸要红了，为什么脸红了？因为气动了，这个血压就高升了，上涨涨大了。你们现在不讲涨大，过年什么涨大，涨嘛涨大就大，什么涨大涨着涨涨着就涨，啊，那不管了，我们现在不叫鬼了哈，就涨了啊，血压也高了，气动。这真显得动了，不管什么动态，宇宙的万物无理是在生命的动态，等真相是在真理的作用，一切动，宏大的观念，从这个眼中，等于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到现在外头世界上，动力的来源，就好有是有动态，啊，这个能源人。当然裤子把它给追求了，最好不用煤炭，也不用石油，那么地球不用石油它怎么会动呢？这是裤子把的年头，就表示了像地球一样，它不用石油，不要加油，它自己会动，这是原动力是什么东西，现在还搞不清，是不是太阳的作用？我们现在发现太阳它跟到别人在动了，跟到银河系统动，那个人和系统也跟到谁在动了不知道，到现在科学家，什么叫科学家？嗯，谁呀？就是科学家，甚至不考试联考那一个答案命题，什么叫科学家？你答不出谁呀？就是科学家，这个还没有找出来。那么在这里所讲的也不是答案，至少从下个动态来说，风动气动。是居中，我们二二就是一样，是一样，三重白话都不美了。哎，古人无二法门，到庙上一看，不玄了。你不把那二法门三重白话一样的，就是看这个一点都没有意思，一样的啊，庙子招牌写的一样的，还有什么好看？不用法门，哎呀，就好。是文殊正道是麻醉人，哈、啊，所以你要透过了这些麻醉，可以说佛法。但是从白话入手也不，这是文殊说的最重要。所以诸众无二，无二就是一样，一切动态的一样，动物差别平等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不过动得大，动得小。请注意啊，这个原理说了，这也是修的法门，叫我们这样观察，你不要光在听呼吸啊，数一二三四五，我数了一千下，我做了五十分钟了，数了多少下了，干什么呢？你那堆气在哪里啊？装氧气也卖不了多少钱嘛，放心，你吐正气变成呼吸进来到体内变成氧气，我们吐出来就变成碳气了。没有用的东西废物，这空气怎么那么染污了的啊？就是那个东西，要是
得了此症重病，来无所从，去无所思。此伤未成，颠倒众生，同意失望。要用气的呼吸的如此，慢慢观察这个生命的状态，念动了，心动了，气动了，一切动态。但是你们各位打坐，一下子他腿酸、腰酸，可以吗？是动态，气动，气到哪里走不过，生命有障碍，那么他就受阴。处处啊，就处处处处发生，就说到这个不同，是酸痛麻痒胀啊，有时候发痒，发痒轻微的痛啊，有时候痒重的痛，就叫做生啊，那个生不是酸了，不是吃醋那个酸了，那个生的啊，病这个生的真的回去了，没有不错。
还因此扩大，不但这个时代，乃至来自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的一切中具备文化出生无安宁，这是我刚才讲的。所以佛也看来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包括我们一层一层的气重的很顽皮，让人更形容的。他说因此当时悟道，正在这个正在功夫看不大看这个世界，他经过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啊，等于一个茶杯里头啊，这个茶杯把水倒了，装了很多的蚊子啊，细众装在里头，那个蚊子在里头嗡啊嗡啊吵，还有人坐在上面啊乱讲乱念经呢。这个是啊，臭蚊子在那里乱讲啊，他是都是那个东西，那个声音在里头乱闹啊，他都是那个东西，臭臭乱念，自己认为自称伟大，他都这股气给多人啊。那么一方寸中，一方寸中古法狂闹，他说这些众生自己不知道，这个生命都是一股气的作用。方寸就是讲心，就心脏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心窝这里啊，如果拿古代的阴秤来量量方方这个屋啊，只有一秤，所以叫方寸之地，是心地，来形容词。但是大家就在这个心里头啊，古法，古的形容词，一股气在里头，古动，这个电动啊，气动的玩具，狂闹，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啊。自己做就认为修问了不起，知识了不起，什么了不起都有，狂就是疯子，就是看到众生自己一种疯子，自己在那里冒，他修气功啊，慢慢的反省观察，看到说这么一个事情。因此啊，文殊为己的五僧人二十心开，那些东方不动佛土为法王子是十方佛，分身法光同解无奈。他说这个听了这个佛的这个教导，他自己修净的经过了解了，那么就悟道了。后来当然还经过很多佛的修法啊，他说我受佛的这个佛的教导，于此修修的过了不久，现在这一生到释迦牟尼佛这里修教法，听到修了也是修这个法门，所以每一个人喜欢修那种法门，要实际上就是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根性，这个过去也就是习气所带来的。他说在这个佛前面，释迦佛前面就得到五身法人正的菩萨正在悟道的正在，怎么叫五身法人？所以一念不生全体现，命生皆生，生而不生，动而不动，那所以一念不生全体现，就这个正在清净本来就可以发展命生见性。当我命生见性这五生法门的时候，说一改心态，二心态，心脉的气脉也打开了，多的智慧也打开了，一切都了解。那些东方不动佛国，东方不动佛国有东方不动佛，也有又名阿丘佛，那么国语中阿创佛啊，那么我们原来说中国当年的普通话阿丘啊，现在的国语阿创啊，就是说一个蒙子里头一个人啊，一动了一下就散了啊，
这个男人这三个人就唱起来记起来啊，还唱过来，他叫东方不动如来。那么其实有师父的琉璃时代也是东方的一个不动如来，不动就是产生，不生不死，然后因此新开了悟道，悟到了等等清平气也平，心静骨头也静，所以见到东方的阿丘佛陀不动佛国，因此登菩萨位为法王之子，历来清福皆位的人，是四方佛心生法光，同结无漏，大彻大悟，是四方佛。什么叫是呢？在四方诸佛前面服侍他，对他知事，叫知事，就是替他做事，听他指挥啊，非要做什么，非要喝喝茶，我就给他泡茶啊，要打扫地方，我就给他来讲事。所以古人叫事师啊，做老师叫事师，政府叫事服，做父母叫事父母，有这个事，这个事是个动词啊，就是服侍的意思。因此他说我服侍四方诸佛，等不是悟了道以后啊，成了菩萨，好像高高在上不管了，更谦虚更诚恳来服侍一切。因此再修持到了最后，心法自身的光明，身体也发光，脱胎换骨，那就长生不老，若是法门消灾延寿，这就能够消灾延寿。就不要认为啊，我们这些人啊，那么我想长生不老念经，那么消灾延寿有师父，你的灾消得了不？你身上的痛消得了就是消灾了，你的病消，越来越深，哪个都打住一下，病就没有了，那就叫消灾。消灾了当然延寿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刚才的念都没有智慧去思维，不消灾你还会延寿啊，那痛死了。来，那注意这个，到了身心发光，当然消灾延寿了，当然动词不问，身心内外的宇宙量相同，这个宇宙是本来是个不生不灭的一个境界。他的报告到前面自己啊，诸生类是修行正念，它是随风大来的，心风相依，这命法里头一个法门叫心风不二为一，心气相依为一。那么中国的又佛侠又佛学转了，到了道家就叫心喜相依，这时候的气功等等，我们普通叫做气功啊，说到了这个现在成就转化了这个生性，来重则无念，所以佛问愿通。他现在陈蒙尼老人家问我，让我报告一门深入达到成佛圆满通达的法门，为观察风力物一无菩提身，住三摩地或十方佛传以妙胜，是为第一。看我的修法是从通达起修，也就是阿罗陀罗观佛学而来。当然复习就是气功了，我反正告诉你，据我所晓得全世界统计下来，气功的手法有280多种，当然有好有坏，有高有低，有快速有迟缓的。那让观察心风的手法呢，当然很快，加上智慧的观察，它观察的风力无异，这个风大真正能参加的就是空的啊，这个风力无异，因此悟菩提心，悟道
大太阳见到自性，自在菩提自性，受三摩地，进入这个定慧等持三昧的境界。那么到达这个境界，佛与十方佛才与妙性。佛法真正的修法是不是有这个功夫？绝对有。那可以说，十方诸佛要想修得报身圆满，必修气脉不可，这气脉的道理。现在说密宗，大家喜欢讲气脉基本原理，在这个地方，气脉是什么东西？那所以身上的气经八脉、任督二脉呀，这个都是神经的所反映气血的度轨道而已，那是非常初步。要观察到这样深刻定思维，那我认为是修分大观而证悟佛道，这是第一法门。这是刘义光法王子在这段报告，这些都是大菩萨们。所以你看七大的修法都大菩萨们出来报告，实际上都从前面所报告的小乘法门一样，眼耳鼻舌身，它有复习的作用开始说了。啊，现在我们翻到345页，第22位这个大乘菩萨是要问的虚空藏菩萨。那虚空藏这位菩萨在哪里？无所不在，无所在。那你也说的无所不在，无所在，那基督教的经典还没引用的，同一道理啊。那你们看看看，水都多念咒啊，基督教的深入传说，甚至是光，无所在，无所不在。你们说他讲错了吗？他没有错，可是、啊、他的法师们啊，牧师啊。他那些神父们都把他讲错了，就是这个东西。虚空藏也是无所在，无所不在，自性本在。所以虚空藏菩萨其中坐起定力佛祖而拜佛念，这个我们晓得啊，刚才他这个愿望都一样，我们不重复讲，只讲他的内容。前面已经讲了啊，地大、水大、风大，三大，地、水、火、风啊。现在是这个空大的报告，他说：“我欲如来听光佛所度边生。”这位菩萨的来历扩大了，提起此佛来头大了。他的师父释迦牟尼那是过去师兄弟统参道友，所以我们看到呀，这个应该称他是师祖还是师伯，很厉害的。他起来报告，他说：“我尊你在哪一位佛前呢？过去是很多在定光如来前面。”他已经修到正在五边身，就是法身，五边无量无边没有边际，所以五边身他这个身体有多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就是虚空。那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无内就是虚空。这个虚空藏的修法讲得很实际了。是很多像现在中密在日本流传的啊，我们中国后来把它完全停留在日本，现在呢高野山日本的还流传西藏的这两部分中密和藏密，它这个完全的密法的手法也跟你讲得很清清楚楚。不过我劝中文听了不要乱去搞啊，搞了以后这个很危险的，要说就是身心就分开了，修得不好变成离魂症，修得好就正在
虚空藏菩萨的正干。那现在他实际讲，我也做好实际替他说明。二十九之四大宝珠，教命四方为天，菩萨化清虚空，又与自性谢大圆正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贯四方正虚空之居创妄刹，来入正内，即入我身，身同虚空，不相妨碍，身能忍，散入为天归土，往生佛世。是真的说法啊！所以你们大家现在你们年轻人很盲目的，只是喜欢去说密宗。常常有些同学们问我：“你们说密宗，显教都不懂，教理都不懂，说个密宗啊？去摸一摸，弄个灯，灌一灌，哦，密宗了，灌个灯了，那你到理发店里去，还不是200块钱洗一下都好呢？还凉快一点，那、啊、这就是懂了。”你说你收的钱那是富贵能收的，不打住你跟你看不谈谈这个东西，真的这个说法你要一个谈谈一个道场。那么你们我上次讲是偷学行乐品啊，那个拜佛就要这样一个道场，你中叫谈谈，那么可以说有非常大一个反差，小一点没关系了。我说你那个广告啊，属于你的。我们这个广告很好的玻璃镜，四面向下都是，四面向下都是玻璃镜啊。就通常做它包括是用宝珠，那更贵了。那透明的就是它真正的水晶啊，这个也是水晶珠啊，是科学。那、嗯、我是好几个水晶头，同学们给我带了，我一看，哎，我说这个是合适的，不是真的，真的是很贵的。那、嗯，原来现在可以用科学的证，用各个仿生，外面的证据上都透明。那么，现在这个仿生这个玻璃证可以能够照明四方为天，我烦你就做不到了。你说你装一个玻璃镜的仿盖，像西的叫做阿弥陀佛那个过程，这些证据出得来吗？那你出不来，怎么办呢？就靠画的啊，还叫塑造的，这个要很专业的和尚，西方这个证据，那、啊、在东方面的证据这里，不足以为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西方的。西面的政策看到，在西面的政策那里，不止一个东方有师如来的时代。哎，西面政策一叫过来，不是东面政策看到四方诸佛的时代，然后自己当然是斋盖沐浴，要洗得干净啊，要刷得干净，哎，牙齿什么都刷了，然后就是昼夜产生烧造，对不对？你就这边躺上多少的一根，你知道吗？很好的香，轻轻的这么一两两三千块钱，要昼夜烧到多少钱？你任何去买一个香，我也不干这个香。对呀、啊，要昼夜烧到香花灯水果十供，十种供养，且真是啊，香花灯水果，这这这这。天台幻形茶池早就一那所证四方诸佛前面都泡在茶，当然不要用化酒杯子咯啊，很好的那些杯子盖碗啊泡酒，即使要换认识，然后自己在里头拜佛观佛打坐，这一块四方诸佛都见佛，每个佛前面有我，我这里头有佛，佛这里头有我，四方诸佛的光到我身里来，我的身又在四方诸佛，所以你在哪里大哥站起以后，你就神经生病了，叫做神经病，因为看得眼睛不晓得哪一个是真我了，真的我这个话都试过的，所以你们不要乱搞啊！话跟你讲了，因为他讲的很明显，我只好明确讲。本来就是属于秘密法门部分，不肯讲。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为什么要保密？因为有些人道理不懂，一听到好玩，回去就说，这是精神搞分裂了。
你不相信你回去看一个镜子，自己拿个镜子，你总到自己的脸看，只要多看了十分钟，你对面看不见脸，自己头就会昏了，昏起来了，看不到我虚空障去了，真的，还是找这个正在，这都是很实际的啊。所以我怕有些人看懂了，就真去玩玩，你没有那个定力不好吃啊。没有那个定力，这个法门是化身法，也可是道家叫做是出神的方式。可你没有修好平常，没有定力，上面的这个一毛钱一毛钱的本钱也没有，你那个真出神一修这个法门，马上就死亡，这个肉体没有，跟着化身就走了，不要玩的。这个东西如果是做生意所的，或者做生意所的实验，做医所的实验，它还可以用得好可以自证，用不好可以说你别神经，因为他就讲得太明了，我做好明显坦然地告诉你。当然中间还有些说法，有些用咒语还念个咒，有些不用咒语。所以你看你们说科学很远程靠观想什么观想的起来，假设有这么一个道场，你站在中间一摘符，那自己就到自己那时在天外又化成每个佛前面都有我，每个我里头也有佛，就是这么一个筹备一个电影的摄影场一样，叫做坛场道场就能修佛。你看有没有这个本钱，你去说密码，我现在这个密码到我手里我都要公开，不过现在还不到时候啊。这些你们假如普通说密说的是小的这样说，不晓得要花多少钱，说了多少年再告诉你这个，还要征收或者师傅教就行，那不然不行了，很容易精神分裂。但如果你有本事说得好啊，像这个正在这个很实际，说得好，把西方师傅在这个镜子啊，这个玻璃大圆镜的这个影子里，让我每一个影像的身的精神都收到我自己身上来，那你不得了了，那精力旺盛了，那叫做啊老不死，你也不会死，也可以说成这样，那是看你说话，我这一段。所以我把它念过去了啊，意思都讲了。他说我那个时候的修法就是四大宝珠，我们讲修炼哪四大宝珍，照命释放我一尘，释放了化身虚空，都把它扩大虚空的印象。这是第一，把无为世界变化这个幻影的世界，印象的世界。把所有，你看我们假如那么多人，假如训练现在上下都看人独立政治的话，大家坐在这里，你看，只要说半个钟头，你统统慌了，要你睡着了，要你精神恍惚了，都听不进去。这个每个投影训练把关都用我都是人，不要再做饭了，就是那个世界。那当然最好要把它挖空了，就是外在啊。内身怎么办？由于自身现大圆镜，就是观想出来，在自己内身观成一个圆镜，明月啊，光明月亮体，内放十种微妙光光，自己内心呢、啊，想象了啊，所有观想是出修内心的法门，叫做观想。哪些的话，就是说你想象。意识构成了这么一个形象，就这个意识，内身放光，十种微妙，就是说色彩的光明，佛经写的十种微妙宝光，什么？现在讲色彩的光明，流幻释放进虚空之去创妄他，把自己内身放光。在镜子里头看到诸佛菩萨的光到我身上来，我自己内心观想，我的内心帮色彩的光明来灌诸佛菩萨的灯，我给他灌灯，佛菩萨也跟我灌灯，我也给他灌灯，光光相入，这光与光之间本来通的，来入
分内集中我身，到我身内，说这个事，分等虚空不相妨碍，失走了妄身了，妄的妄掉了这个肉体的身，那就相相中，这是真人真性，是这个法门正开，自己到该上去到一切，好像自己都是一个，不是一个人，是个影子，飘飘然，看别人的人也是个影子，那真人真性，身同虚空，不相妨碍。那么于此走走的修持修炼，生命愿入诸佛为身，不处的光净佛。此事得到随顺，如此修法修走了，就是做到普贤行愿品的境界。自己这个念头一动，会化身千百亿个，说生命善入为身，不处任何世界里头，一动念都有我。你的佛法叫你无我的，他这里说都有，都有我身，为身过错的光身不是，这一切不是啊。那个地方没有水，我啊，我给他送水，我们注意哦，要化业。你看看，我这有个同学提起老师，我们舒服在这里很舒服啊，难度不得了了。好久不下雨了，我说我不知道啊，可是啊。好几个月了，现在手都成问题了，啊，所以你们各位求求雨看啊，光顺合适，你不要生在福中不得福，啊，据说中南部以前吃水都不了，那、啊、还有些农作物都坏了，啊，所以啊，假使说到这个法门，一切围城过处光顺合适，多大随顺，可是多大随顺。一切都很满意，爱怎么做，水生所有很容易，容易他的道号就可能。那么他再说啊，四大整理用了地观四大物以妄想生灭，虚空无二，福果本同啊。这讲这朋友这一段你得翻过来啊。他为什么虚空藏菩萨有那么大的神通，所以叫虚空藏？这位菩萨在哪里？到处都在，你这一念他，他就来，叫虚空藏。那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神通？他就是因为我修这个法门来的，就出现神念这个人，因我体观四大无一，用过了，不是风大，地水火风空。都是圣空原始，地水火风这个四大无一，它本来没有根，这个无理世界的一切东西的无根，也是圣空原始，原始圣空自身本来空。这个无理世界是怎么生起来？一切众生真正的根业力是造就的，有真正世界的专一是从业所感，而法身是在无理世界的妄念、业念的差别下，所以啊，我们西洋哲学家柏拉图啊，柏拉图把这个世界分成真正是在无理世界的双重，也是一元生物一元。这个四大五一的无理世界，是由精神心理作用、业力的关系，妄想生灭，妄想所生出来，存在的时候看到是有，啊，毁坏的死亡的时候看到是灭去了。但是无理世界与真相世界有生就要灭，生灭是佛学的文殊高明。假使其他的宗教真学就翻得很笨，翻成生死就不大好听了。啊，生灭都好听啊，可生死很可怕啊，即使是一样，不要跟文字说。那、啊、这个世界一切生生死死，就是成就、会造、毁灭与存在，啊，不是妄想所生。
尽管这个世界一切物理也好，精神也好，由存在就要毁灭，又毁灭又来存在，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个虚空自性，我就是一个没有两样。那像我们夜里说天暗，天暗对虚空没有方案，虚空还是虚空。明天天亮了，天暗就跑掉了，虚空还是虚空。明暗在这个虚空的现象里头有它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生死一样，在虚空自性是不重要，是虚空我它没有变异。因此福佛本同，一切佛的国土都是一样。换句话，我们一切众生自性是我你他，乃至一切人，这个人性乃至一切众生的自性也是一体性空，自性本空。一通法门得无生人，但我小在这里，在这个无同义当中了解了悟道法门，那都是同一体众生同体。所以中国禅宗的佛说所讲，心无众生，三无差别，啊，也就是佛心众生三样一体，没有差别。心就是佛，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此心自性。因此啊，在这个里头，他说我悟道大开大悟，得无生法忍。所以今天他的佛要我报告诸行如何得到圆通法门，为观察虚空无边如三摩地，妙理圆明。各位第一，他说我啊是观察，整个的观察正思维，是不是上面是有违法，又有违法到达了无为，观察这个虚空自性是无量无边，不生不死，是不生不灭。因此呢，进入定慧的三昧，所以得化身无量，化身无边，在这外域的化身无所在，无所在就是没有在，无所不在，无所不在就是在这里。那这是所以这个文所一讲啊，就听得很全了。无所在，无所不在，有多好听呢？无所在就是没有，无所不在就是有，就在这，这虚空藏性。可由此悟道，神通化身力量大，妙理圆明圆满光明。此外第一，他的认为，只有在这个法门说法修持是第一等。我们这现在22位菩萨的报告讲过了，开始就23位弥勒菩萨，直接我就是一下讲到中间停了，很麻烦，最好我们找个12分钟下一次我们开始弥勒菩萨这一段。